比如说司令差个员，司令员是司令分部的概念，啊，分员就是。他真的来着？知道你今年的方向，收入是增长啊，我们家也是有一个。他是个副老板，你们可以讲一下。正式有经理。我们家的数据三十年前。还要补充说的吗？三十年前是中国房地产总裁。刚说了，我当时我们就说，他们年到。